聖誕節嘅時候最啱化一個同平時好唔同嘅 smoky eyes 嘅，咁但係大家都怕好難 carry， 而且咧黑色嘅眼影好似好難用咁樣。今次會分享一個杏田來未咁樣嘅 smoky eyes， 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可以做到完全對稱同埋完美嘅效果噶啦。我哋今次會調轉步驟，搽曬 eyeshadow 先搽粉底嘅。化妝之前我哋可以用 Sino 呢個嘅 Gel Eye Mask 啦。咁佢搽上去之後咧，係一塊塊嘅。咁你除咗可以去眼圈啦、細紋啦同埋緊緻效果之外咧，同時佢好重要嘅任務就係做你一個防止眼影跌入面上面啦，同埋一個好好嘅 Eyeshadow 指引嚟嘅。咁我哋首先咧就搽咗 Benefit 嘅呢個 Stay On Straight 嘅眼霜去打底啦，佢係一個眼部嘅底霜，令到之後嘅眼影更加出色同埋持久嘅。咁記得眉都可以搽啲，因為咧成面用咗之後咧，都可以令到你嘅妝容咧更加之持久，下晝都可以 keep 到噶。畫曬眉之後咧，就到 eyeshadow 嘅部分啦。咁呢個 VD Vici 嘅四色眼影盤咧，我首先會用最淺色嗰個金色去打曬成個眼窩嘅，咁去做一個淺色嘅打底同埋一個 highlight 先啦。跟住就可以攞呢個 L'Oreal 嘅 Eye Pigment 去做一個深色嘅 Eyeshadow 啦。咁呢個黑色咧，其實你少少少少咁樣上去，咁但係唔使驚喎，因為你有塊 Eye Mask 頂住咧，你只要沿住嗰個弧位啦，咁同埋咧搽上去少少少少咁樣加上去咧，就可以好容易做到個層次出嚟噶啦。咁記得後面咧會比較深色啲啦，即係近 Eye Mask 嘅位置，咁同中間交界位嘅地方咧，就用一啲好短嘅 stroke 咧去慢慢。搽上去，咁就唔会话好快、好深色同埋好难处理噶啦。跟住咧就可以加啲酒紅色喺頭先黑色上面，令到個層次更加豐富啦。最後咧再加 Fenty Beauty 呢個粉紅色嘅一個淺色啲嘅眼影啦，咁去喺呢個眉骨下面咧就掃一層上去，咁 blend 翻開頭先所有嘅顏色之餘咧，都可以令到嗰個 warm tone 增加，唔會咁冷色嘅。交界的中央位置可以用 Fenty Beauty 的啡色推翻开它，最后再用 L'Oreal 的这个银色眼影打在眼珠那个眼球上面中央的位置，去加强个 highlight 的感觉的。搭晒眼盖眼影的步骤，你就可以撕翻开个 Sino 的 Eye Mask 了，你就会发觉这个效果非常完美和整齐的。眼線我都用 Advanced 嘅黑色眼線筆啦，咁由於之前有朋友問過眼線嘅畫法，所以今次會比較詳盡啲嘅。眼頭其實只要你喺你眼角嘅位置來來回回咁樣畫，慢慢咧顏色就會出咗去眼角以外嘅範圍之外噶啦。咁你咧沿住呢個線條咧，慢慢將條線填翻順佢整齊同埋平滑，咁樣咧就好容易有一條咬眼頭嘅眼線噶啦。
下眼線方面一貫的做法，首先在眼珠那裡都是以來回的方式畫一條眼線，之後到眼尾，我們不要近著睫毛這樣畫，這樣對眼會很縫眼的，我們應該偏離一點，偏離一點的意思就是在睫毛下面一點的位置，慢慢將條眼線伸延到去你剛才上眼影的位置，令到它連埋有一些連貫性就可以了。之後我會用黑色的 eyeshadow 再將線條 blend 翻開和填翻上去，有少少下垂眼嘅。用黑色的 liquid liner 重新 trace 一次眼线之后，就可以戴这个 Magic Magic 的毛密型眼睫毛了。这个眼睫毛你首先要跟它做一些油软体操，让它容易戴，之后就定了在眼尾，之后就用另外一只手黐在眼头的位置。其实黐眼睫毛很简单的，你之后可以用个手轻轻地一实它，就很容易戴了上去了。之后就可以搽翻 mascara 等增加睫毛 blend 翻啦，再嚟就可以搽一啲轮廓粉去突出你嘅轮廓啦。因为杏田来美咧，佢比较少搽啲红色嘅胭脂嘅，只要用一啲啡色嘅轮廓粉打翻鼻影同埋腮侧边嘅位置咧，就可以有一啲轮廓之余，同时令到面色咧有一啲红润嘅感觉噶啦。其实杏田经常都会扎一些很劲的丸子头，如果你的前音是比较短的话，将后面的头发拨上来，之后扎一条马尾，可以坊间用一些这样的丸子假发，它前后都有一个梳这样的位置，其实当你扎了个马尾或者波波之后，凹上去用个梳定好位之后，就有一条这样的猪鼻线的，你只要拉紧那个的绳，然后就可以将这个假发完全实正咁样套咗喺你个头发上面噶啦，咁之后嗰条线咧，其实都系固定翻佢啦，用发夹又好，或者系塞翻入喺个丸子入面又好，好简单咧就可以做到一个好自然嘅丸子头噶啦。想你做型更加高贵同华丽咧，都可以拣一啲珍珠啊、闪片啊或者系闪石嘅 BB 领嘅。之前两集都介绍过呢一种嘅假领啦，咁但系都系一啲温柔啲嘅轻柔啲嘅款式嚟嘅。咁呢一个咧系加上去之后咧就会好高贵啦，而且咧会变得好隆重噶啦。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一个珍珠嘅领啦。Lip 色嘅唇妆，如果想加光泽嘅话咧，最啱用一个 Lip Marker 嘅金啡色可口可乐唇彩啦。平时温柔可爱的你，圣诞节都可以转一转感觉，希望这个妆可以给到你一些启发啦。